现代一点的这个中国风作品哦，这个呢在我们现代有一个讲法叫做电音国风，这首歌曲叫做《艋舺乐》。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如果有平常有在看庙会，有在追庙会的话，这首歌曲其实常常被我们很多的这个舞团拿来当做是他们跳舞的背景。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首充满中国风的这个非常活泼的歌曲直接抽出来，在现场来做演出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这个最开心的时刻。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艋舺乐》。